甘美，雷多的美呀！你们没有一个像唐龙，没有一个像唐龙。你是说杀人犯之所以成为杀人犯，而非他的自性，他只是生于杀戮之家，他杀了人众生都有罪，大家都是同谋者。那你为什么不放过他？他想做个好人。我们都人，不是要令他们变成好人。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法律。身上的血是我的，他身上的血也是我的。我知道你不走我过去，一定要离开家乡重新来过。我要做刘锦喜，我差少少就可以。人的身体很奇妙，可以呃人。我就是用你的身体来呃一次。同龙，你一定要死。